这绝对是香港女星李莹莹为数不多的风月电影，尺度大到让你难以想象。漂亮的女人来到白茫茫的雪地中，只见她二话不说就将身上的红斗篷解开，顿时那傲人的身姿就显现在小伙伴们的眼前。接着，女人又把地上的雪水涂抹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女人四处观察，随即就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躺了下来。过了没多久，几只水貂就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他们看到赤身裸体的女人，随即就将她围住。也就在这时。 突然，三名壮汉出现在看到不远处的女人后，三人相视一笑，随即就朝着女人走去。可就在他们来到女人身旁时，女人突然睁开双眼，接着一张大网落下，将三人全都困在里面。三人想要挣脱开束缚，可是他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撕不开那张大网。也就在这时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他们兄弟三人并无恶意，只是碰巧路过这里。原来在几天前，他们三人遇到雪崩，所以迷失方向，被困在大山里面。” 经过几天的行走，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。听到他们的解释，女人这才将他们放了出来。随后，女人告诉他们自己叫做阿锦，是山中的猎户。接着，阿锦就邀请他们去自己家。几人一听，顿时欣喜若狂。就这样，阿锦把三只豺狼带回了家里。回到家后，阿锦就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父亲。接着，老李就问了他们一句：“你们是在关内来的吗？”几人听闻就说道：“是。”老李也没多说一句话。 随后，老李就为几人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并且还对他们三人说道：“他们可以留下来，但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，必须要干活的。”几人听闻，连忙点头说道：“愿意。”很快，几人酒足饭饱。这时，阿强突然看到墙上所挂的貂皮，顿时脸上就露出一种贪得无厌的表情。晚上，三人休息的时候，阿强却在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，好像在盘算着什么事情。到了第二天一大早。 三兄弟老早就把屋内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各种杂活更是手到擒来。老李看到家里的活被他们做得井井有条，于是就叫上阿锦去到山里捉水貂。而正在干活的阿强听到后，就问到：“老李，抓水貂为什么要赤身裸体呢？”老李听闻就说道：“水貂是有同情心的动物，它害怕人被冻死，所以就将人围住，用身上的毛来给人取暖。可是人却又利用他们的同情心去抓他们。” 阿强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再次陷入沉思。这边阿锦来到屋子里涂上防冻膏，而老三在闻到香味后就动起了歪心思。就在阿锦刚想要出门的时候，老三赶忙躲了起来。一名壮汉突然出现，他小心翼翼地靠近阿锦，在看到猎物上钩后，阿锦本想着用网将其捆起来，不成想老三早已经有了防备，把网踩在脚下。就在阿锦马上遭遇毒手的时候，阿强突然出现，来了一处英雄救美。 只见他一拳就将老三打翻在地，然后又对着老三一顿暴揍。而躲在旁边的阿锦看到救了自己的阿强后，便芳心暗许。没多久，老三就被打得连连求饶。可是阿强好像没有停手的意思，害怕闹出人命的阿锦赶忙出来制止，这才让老三逃过一劫。而阿锦也对阿强投怀送抱。这段不好看，咱就不看了。完事后，阿锦突然在阿强的怀抱中起身。回来后，阿强就开始不停的巴结老李。 他是想给自己未来的老丈人留一个好印象。让阿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仅仅离开没多久，老李就相中了老大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来了一群和尚，为首的和尚进门后就说道：“天气太过严寒，所以想进来讨口酒喝。”也就这时，老大突然问道：“外面的和尚不怕冷吗？他们不用喝酒？”老李告诉他：“这些人全都是朝廷的重犯，他们马上要被发配到寺庙干苦力。”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老李就对阿锦说道。 明天自己要去山下的集市上卖貂皮，你把家里的貂皮全都整理一下。随后，老李又让阿强和老大一同前往。第二天，几人就带着貂皮来到集市，把所有的貂皮全都卖给了皮货商人。之后，三人就来到一家客栈休息，准备第二天回去。而这也让阿强寻到机会。此时的他正在计划着要在今晚将老大除掉。阿强先是假装邀请老大喝酒，不成想老三突然出现，横插一脚。 这也让阿强愤怒不已，直接将其全部迷晕，然后又买通寺院里的看守，将他们两人送进去做了苦力。接着，阿强又偷偷回到家里，对老李痛下杀手。为了不被发现，阿强还特地将老李埋到后山，接着又用炸弹制造了一场雪崩，让阿锦以为老李是意外死亡。当阿锦回来后，家早已经变为废墟。也就在这时，阿强出现，安慰着阿锦。这边被送进来做苦力的两人醒了过来，此时两人才知道被阿强给卖了。 这个男人真是狠，为了成为上门女婿，不惜将好兄弟送进大狱，而且还亲手把自己的老丈人残忍杀害。之后，阿强就拿着老李的全部家当，在山下做起了皮货生意。原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已经消失多日的两兄弟却找上了门。阿强看到是他们两人后，顿时就变了脸色。但是阿强还是强行忍住自己的不高兴，上前迎接两兄弟，并且还假装关心地询问他们两人。 这些日子去了哪里？听到阿强的话，老大就说道：“这段时间真的是一言难尽，就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，就算是说出来，也没有人会相信的。”听到这话，阿强也不再继续追问。晚上，阿强为两兄弟准备了一大桌子好酒好肉，算是为他们接风洗尘。就在吃饭的时候，老大突然问道：“李大叔人呢？”阿强听到后就说道：“已经找了很多天了，一直没有找到。”吃过饭后，老三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。 而满脸心事的老大却迟迟无法入眠，因为他感觉这这事情很是蹊跷。于是老大就来到那天的客栈，准备问清楚。不成想，老板却说那个伙计已经辞职不做了。随后，老大又来到关押自己的寺庙，将小和尚收拾一番后，终于在这里得到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，所有的事情全都是阿强布的局。第二天，老大就把阿锦约了出来，然后就把事情的原委全部说了出来，为了让阿强现出原形。 老大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就这样，死而复生的老李出现了。阿锦在看到许久不见的父亲，激动不已。可是阿强看到死而复活的老李，却傻了眼。老李在得知阿景嫁给了阿强后，就拿出传家宝千年人参给他当嫁妆。阿强心怀忐忑的接过人参。也就在这时，老李的一位故人来到，在得知此人与老李有三十多年的交情后，就感觉他肯定能分出这个老李是真是假。就这样，阿强把人带到屋内。可就在那人见到老李时， 非常热情地打起了招呼，两人也相谈甚欢。阿强看到这一幕后，更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之后，阿强又把镇长拉来辨认。镇长看到阿强的样子后，就感觉他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？怎么连自己的岳父都不认识了呢？听到这话后，阿强赶忙来到后山，将老李的尸体挖了出来。也就在这时，所有人都出现在阿强的身后。原来这就是老大的计划，为了让阿强原形毕露，老大就找来方丈，让他假扮老李。 目的就是让阿强不打自招。镇长在查看尸体后，并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。随后，老大又查看了一遍，在老李的脖颈处找到几枚钢珠，而这钢珠正是阿强的暗器。眼见事情败露，阿强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甩出暗器逃之夭夭。方丈看到逃走的阿强后，就说到他身无分文，肯定会回到家里拿银子，所以他们回家等着他就行了。到了深夜，阿强果然回来收拾财物。 也就在这时，躲在旁边的老大出现，两人随即就扭打在一起。最终，阿强被老大制服后送官，而阿锦则是又投入到老大的怀抱。电影到此全部结束。